不要。这个点哦，我们大概一年至少会来个一次的，只是很少冬天这个季节来，然后大部分都是夏天哦，夏天过来，你看他们登岗那边站了很多人在那边钓鱼，也有是有钓到的，不是没有钓到，没有大小只而已，看有人钓上来，然后这里是有人在渔港这边钓，那一台雷瑟斯后面有搭车尾灯，那个这边也是来这边两晚的，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是搭在这边，就是第二个晚上了，来这边钓钓看看有没有鱼啊，但是还是共估，每次来都是共估，我们真的是志在参加不在得奖的，所以每次来都几乎钓不到鱼，因为要结合车泊在钓鱼，其实场地也不好找，不过之前来报道的时候，我们上次来这边的时候有一个阿伯啊，他都车开到那边，那因为那边已经整个下线了，所以他把这边围起来了，不让人家进去了，那个阿伯啊车都停在那边钓，听说了每次来都有收获了，因为他来这边一钓就是好几天了，最近来都没有看到他，可能到别的地方去，以车泊钓鱼来讲这个地方算是不错了，非常棒的一个地方，那我们要开始收了，你看我们多省水啦，带了30公升的水出来，六个人用还有那么多水，所以水箱真的不要太大哦。30公升够不够用？够，够了哦。我们还干嘛？一台车够，一定够。不过我们现在三台车都用这一个30公升的水箱在干嘛？昨天30在家，你那边50啊？对啊。那50，他的20都没用到。我的哪有50？你20啊，再加我这边30。那个水桶一个10公升而已啊。两个啊。哦，20啊！啊，不是50。哦，对啊，50其实三台车够用。因为我们一天啊，我们先用那个 RV 桶来干嘛？接水。接雨水洗澡，就省下来。你看这个这种水龙头是省水的，它出来的水量非常的少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。你看，快要97，有没有？你在用的时候，它就是永远显示100%哈。快，你尽量用。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多的就是水。哦，用的好开心哦。对啊，在那边洗碗啊。做最后的 ending， 用一用我们就要走了。该湿湿的，没关系。那下雨天呢、啊，本来就湿湿的、啊。我顺便来洗一下。哇，电脑。你看它永远还是100%，我感觉你这马表是不是有问题啦？永远的100%，你有看过它低于100%的吗？有啊、哦。因为它现在水里面是不是这样？它浮桥在上面，啊，你在抽水也顶不顶？哦。其实它的精准度不会很准啊，我们这只是一个大概值啊。你看风越来越大了。欸，真的很神奇耶，全部都是用吸板黏着而已的哦。这里都是吸板黏着耶，这边刚好哈，它有一块是连在那个太阳能板上面。
哇，原来太阳能板上面也是可以连吸盘，像这样。你看这海边的风有多大就好。对啊，狂风暴雨。都是打没嘞。都怎么那个表用八趴？哦，那个放的是八趴嘞。快乐表啊。你要用就要用这种快乐表才好，你可以一直用，一直享用，一直享用，不会有那种啊，万一没水的时候怎么办？没有，那我最有焦虑。哎呀，不会有那种无水焦虑症的。哎呦，放心啦，台湾到处都有的取得水源啦，不用怕，不要把你的水箱做得太大，因为只是会增加你的重量而已，够用就好了，哦。可以做大一点，但不要装那么大。做大一点，不要装那么大也是可以啦，哦，反正够用就好了，因为载的水真的会很重，有人这样子载的水之后，我赶快啊，哎，别了，马上变72。因为我在追求伊迄浮筒15公分尔，所以伊迄无像较精准，浮筒不会那么精准。那降下。如果讲像这样的话，大概还有22、23。20。啊，你才用几公升的？恁还蛮用啊。因为长时间去用雨水哦。拢用雨水啊。少寡洗碗尔。拢用雨水啊。我这无车子用来甲你。志明来试试看。你无够嘢嘅，我无注意。那个有水箱就是任性啦齁，哦，想要给自己洗澡都可以，哦。快没了。大概剩5公升吧。30公升的水箱可以这样用，哦，0.00的，哦。嗯，啊，这个的话大概还有5公升。没了，再用啊。不会回复的。嗯。大概还有5到7、8公分。7、8公分。还有这么多啊，哦！哇！你们放所以，我们现在教各位一个哈，如果要让你的车子省水，就是买这种莲蓬头，有没有？挑过了。哦。前面还有塞掉一个洞。然后它里面有个洞，我来洞打开，洞。还没把水关掉。洞打开，哦，没有了，把洞塞住。这是一个方法。打开喷你吗？他本来有，我试过了，本来30公升，如果不塞洞的话，大概5到7分钟就塞喷光了。喷光了啊，塞的呢，十几分。塞了以后就用很久了。用很久，非常久，啊，有没有？没久了。如果用成雾状又更久哦。对，雾状又更久，嗯。那你看这是初速是多少的？你这是12。12V 啊。12V 的初速。12公升，它出来压力是17 psi 啊。每个人都用那么，应该是这个啦，10公升那个，那就10公升，1分钟10公升。嗯，啊，我因为那个我改过头又就差很多了，差很多。看像这样子就把它整合在一起，有没有一个箱子？水表全部都把它整合在一个箱子里面，然后抽了就走，这也是一种方式，哦，提供各位 DIY，哦，加压机、水位表、USB 开关，它都有做一个独立开关。OK， 好，收一收，我们要撤了。好，刚刚那个地方叫做和美渔港了，哦，因为这里位于和美。这个地方叫和美乡小村庄啦，像应该是和美村啦，现在应该都变成里了，哦，有没有？这里叫和美街，哇，生意变这么好，好可怕哦。嗯，你看这家店的生意好成这样，好到爆。啊？谁出来？然后跟各位讲一下哦，这里有一间叫保安庙哦，这里有厕所可以上哦。如果在这边想要上厕所，其实你准备个什么脚踏车就很方便了。我是卫生纸。脚踏车真的？在150公尺。这里有一间洗手间，非常非常的干净。这个是提供给各位，
还有人在打扫。嗯，老板娘想要上厕所，我就带她来这边大个便。真袂歹吼，很爽。哦，伊即卖遮人较济啊。生意好做济吼。好干呢。系啊，红起来啊。所以咱讲真诶吼，迄店吼，毋免伫个讲着所在对无？系啊。较偏僻爱个。偏僻爱安怎？要行销。要行啥物？行销。要曝光。嗯，爱要好吃啊！你不好吃，曝光有用吗？还是有用啊。真的假的？哦，就来一次而已，他就不会再来了。那你这流量过多的地方，他不一定好吃。你要有名，换个摆地方。让得起啊！吼。只要好吃不好吃是主观，是主观的，至少口味要符合大众需求了。哎呀、啊，你哪不符合大众需求，让不没来啊，对吧？平价了，我觉得它是平价，最主要是平价。哎，你讲平价一样嘛，就贵的，哦，无俗啊，嘛是无俗，咱讲真嘞，只有海鲜面 OK 啊，其他的价格还是说真的海鲜面 OK 啊，海鲜面便宜啊，100块而已啊。你这样来讲，哦，好啦，料咱们来走啊。我们来掉头了。老板娘上完厕所了，可以掉头了吧？是不是？是吧？嗯。Go go go。